好，往前，好，耶，give me five，give me five。有没有想要女生的？啊，没有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好，来这边，好，先休息一下 ，OK。 哦，这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台北市立士林高，等我念完，高级商业职业学校，我们屌的。好，Let me try。台北士林 High School of， 念完了。<笑>不好意思，英文没那么强了。哎，再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七届叶宗翰。 第七届，宿舍报警。我是第七届总威明。我是第七届美村尤里。第七届教学陈彦勋。我是第八届社长林真。我这么勇士。<笑>我知道他是原住民，可他每次上来都不一样。我是比普。 我是原住民勇士。所以你，他还没耍完，是不是？他应该快了，对 ，OK， 好，谁是下一任社长？你吗？对不对？副社嘞？好，副社在后面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来问一下，等一下，好来，你对于你刚才你前一场不小心掉招有什么想法？因为就是心情还没调试好。 所以第一场掉招就是后面那个心情把调出来就找到了，<笑><笑>所以他需要找到他的心情，他才有办法收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爆发力，爆发力，哦，所以你现在也可以跳个几下，可以吗？啊，你跳个几下来，来，你先来。 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只是教他怎么跳而已。没有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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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，他们都还有很多练习的机会。我希望我到60岁还可以这样跳，就很棒了。OK， 好，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是上 breaking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了，不要这样弄下去了，30几岁了啊。OK， 好。